应该是好事的话，是要继续传承下去。我们只是打头仗而已。18年，那我老婆是67年五月，就是五月间的。那目前的话，我们都已经戒年，大概我只剩下3年可以煎，他可以剩下4年可以。好，那到时候的话，我们呼吁说年轻人赶快来接，因为像我们煎了一辈子，我们自己都没有用到心。那我们就怕说，真的有一天我们碰到需要的时候，没有血可以用，那对我们来讲会不会很不公平？哦，而且这个社会应该不是这样的，应该是好事的话是要继续传承下去。我们只是打头仗而已。哦，因为在40年前的话，受到捐血，很多人真的是都不敢接，都不敢碰。到目前为止，很多我的那一些朋友也都是不敢接。